好，我先用黄泽胜哈，稍微亮一点的调子，看起来会稍微比较好看一点点哈。好，黄泽胜的调子。哦，从上面稍微染下来。哦，那像有些天空的上面，哇，颜色差这么多。哦，我就没有在上面上一层水，我就直接画下来哈。哦，黄，哎，这个其实是黄泽胜哦，哎，上面颜色差蛮多的哈。然后下面会接。葛黄，这颜色差很多哎，怎么办？My God！ 这样哦，这颜色差有点多哦。好，没关系哈，来，接下来哈，颜色差有点多。它可以调色调吗？哈。可以调色调吗？欸，你会调？我觉得是投影机的问题，欸，因为 我回去录起来颜色都没有问题，可是 上面颜色差很大。你说录完的影片是不够？对 对，可是为什么它投？我觉得是投影机的问题，欸。对啊，谁？朱作玉，你会调投影机吗？你调一下，看那个颜色跟对比度，可以调一下，因为颜色差太多了。好，这边哈，我会调。一个 灰色调吼，用钴蓝加一点点焦褶色，哦，钴蓝加一点焦褶色吼，下来，哦，然后亮了，那亮我会留一些亮的数下来，就是不上色，哦，水用多一点没有关系吼，因为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吼，会比较有水分的感觉吼，一样焦褶色再来。哦，灰的调子，哦，然后水，哦，先暂时留下来，像这个都画过去没有关系，哦，这个都先画过去没有关系。好，下面褶色调再来，焦褶上来，哦，调着调子先来，哦，水我都先留下来，哦，水我都先稍微留下来，然后这边也一样，下来这边之后，这个石头我先上一点颜色，哦，焦褶色一样再来，哦，加一点点群青色，哦，我现在下面越来越深，哦，水多一点，哦，这边，哦，就把它稍微虚掉。这边的栏杆我没有，其实我没有画 哦，因为那个栏杆画起来不是很好看，哦，所以我就先把它舍去掉，哦。然后我用另外一支扁笔，颜色先刷清水，让它晕下来就好。这边下。这棵树的部分，好，这是我的第一层的做法，哦，先稍微做成这样，然后水的部分，哦，我带一点点钴蓝色，多一点点，刚才是褶色调比较多，那现在是钴蓝色稍微多一点点，我先来画水的第一层，画水的第一层，哦，水的部分拉下来，然后另外一支笔用清水，好，目前来讲我都是用大的扁笔来做哈，做清水，先晕下来一层一层，我这边晕下来，好，那个白的地方要尽量留白，不然等一下那个太黑的话哈，那个水。就会出不来了哈，这边一样哈，拉过来，再拉一次，
好，那等一下我们会用来把前上面这边先做一下哈，让速度稍微快一点哈，这样等一下画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好，那这边颜色我们会用一些喷洒的效果去喷一些我们要的色彩进来哈，例如说橘色，我们先调葛层。再来，好，再喷一些哈。哦，葛层的颜色好，那我们下素绿一点点就好，加柠檬黄，哦，多一点点。哦，这边。好，那上面这边慢慢让它偏向朱红，哦，最亮葛层哈。哦，因为下面是湿的状况哈，所以不用怕哦，它你就算颜色很浓，上去它也不会很深哈。饱和度也不会很高，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往上，好，接下来这边一样焦褶色，再上一层。老师，那个角度可以稍微调一下，往下，往下，什么？就是你画板往下一点，反光是桌子往镜头照不到，这样子，我镜头照不到是不是？对，是这个往下。可是这样老师不好画。因为他，因为他这样子嘞，有这样子嘞，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哈，对，好看到顶，哦 ，OK， 好，然后越靠下面哈，越来越深，越靠下面越来越深，上面我们就放掉哈，越靠下面越来越深哈，集中在下面这个地方。边哈，好，加一点点全青色进来。哦，水流这边的地方加一点。加黑褶色，石头哈，先做出来哈，先做一下。石头下面这个地方，然后越到上面哈，会稍微淡一点点，所以往上刷，让它流上来哈。树，树的地方哈，哦，那中间这有些缝隙哈，我们等一下再来填，哦，等一下再来填，我们先做下面这个地方哈，把它做出来哈，水流的地方。层次感哈，这是这棵树，哦，这棵树的地方我们也都先做。哦，靠近河道这个地方，我们略微深一点点。这大致我们整个的明暗上的布局，先把它做定下来，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细小的小树叶哈，这个部分哈可以用，到最后我们可以用不透明的去做也可以哈。然后我再用浓一点的几个颜色来推，再来推推挤一下哈。好，那我现在来做一些水。好，我先用淡一点的钴蓝，哦，就钴蓝用水稀释稀释，好，再淡一点哦，灰灰的，然后从后面来，有一点变成绿色的哈。加一点点薰衣草色哈，哦，水还是可以要多一点的哈，一道一道，这边留稍微白一点点，哦，这边一层，哦，这边再过来，这边再一层，哦，那这边留住水花瀑布的那个亮面哈，要留哈，你们没有留就没有了哈。边用干擦的稍微擦一下，哦，到这边比较深，哦，靠近石头的地这个地方稍微暗一点点。等一下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再把石头加深就可以了。然后这边会比较细一点点，哦，你可以要流出来那个，这边要流出来，哦，慢慢的流。有一些水，然后到这边这一层又会比较深，这边比较深，好，再加上来，水流瀑布，这边这个地方留白，好，然后旁边稍微压深一点点，所以再下一点群青色，我蓝一点点。压在这个地方，哦，这边也要稍微深一点点，哦，这边也要稍微深一点点。好，再来，哦，加一点，就加一下我们的黑，刚才的黑褶色，哈，哦，这边点一下，这个缝隙点深下来，我，哦，让它留下来，哦，哦，让它一层一层一层的跑出来，然后这边再留白，然后下面这边再继续做，哦，一样从淡的开始。水流，哦，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明暗的层次感，哦，就是要达成我们那样的效果出来，哦，一层一层一层的下来，这先做出来，好，我们下一点点刚才的上面的那个颜色，哦，让它稍微印下来一些颜色进来，哦，我自然的留一些白色下来，好，去孤然再下一点点，哦，点一下，哦，点一下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好，这样就是我们水流的第一层了，哦，可是这样那个细致度还不太高，那第一层可是好美啊，第一层就好帅性，对，其实第一层可以快一点点啊，哦，这样的感觉，哦，好，我们来点，现在马上用那个黑褶色，哦，刚才的黑褶色点一下，因为那个 像这个缝隙里面会有一些石头在里面，对不对，我们点一下，也就是在下面的石头啦，哦，我们点一下哈，让它做出来。哦，胶褶色哈，做一点。哦，因为我们 这次的焦点在于这个水，嘿，水的部分哦，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多画一点，那上面会尽量放松掉哦。当然，你如果说之后你想要画完整一点，你也可以慢慢把它做的整张很完整。但是
还是要有一个主角在，你不要让每一个地方都很强烈，这样就可以了。好，剩下这个地方我们会让它略微干一点再继续做，这样比较不会整个全部都晕的，都看不到 主题性的东西。然后这边我们会稍微刷几个笔触下来，随意稍微刷一下，因为这边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以这道河道 为主角来去做。哦，那其他好像还没有完全干、啊、这个地方也要来，这个地方、哦、往里面刷一下，再多做一个石头在这边、哦、一点点、啊哦、这样这边才不会整个太空、哦，但是这边不用太明显了，稍微处理一下就好。水流的部分，哦，这边稍微再加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画第二层的时候，就可以在里面再分一些明暗出来，哦，这样子是变化上面就会更丰富了，哦。然后这边可以点一些绿色进来，整个色彩上面的变化度会比较丰富。这边趁着它还没有完全干，我们用，我是用铜棕色，你们可以用红赭色就可以了。画一些树叶，斜笔画的，对，我用那个扁笔，然后稍微斜的侧着这样画一画就可以了，简单做一些效果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边缘也是先放松掉，就是说 以我目前来讲，我可能没办法画得很完整，但是我就尽量把整体性的效果做到一个程度，这样就可以了，就主角啊凸显出来就可以了。上面这个地方，哦，那因为我这边其实事先有都有留了一些树干的白色出来，哦，那后面的地方我们可能就真的是只能用刮的方式刮除法去处理它，我们略微让它再干一点点，再来处理它。哦，那这边 timing 好难抓，还是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那就只好留白，就只好这个画完再画另外的地方。如果万一啦，真的完全没办法顾及，如果你们时间也有限的话，那你就分开画无所谓。但是第一层先一起做，先把整体性的效果先顾好就可以了。老师，这一集会教留白教吗？这一集。这一期哦，会啊，还是会用得到。哎，这一期会用得到吗？我想一下。其实这一次就可以用留白胶了啦。所以我带全青色进来，直接刷上去就好。水不要太多哈，因为下面还是湿的状况，你直接刷上去，它就会有颜色上的变化。直接叠上去就好。水流下来，水流下来，一层一层的，好，然后到这边头会稍微深一点点。这个地方会稍微重一点点，然后这边的层次感，
那个千草红哈，下一点。下一点千草红，这边我们下一点千草红进来，去对应一下哈。稍微看一下哈，应该有些地方已经可以刮了。层次感这边会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我们就是简单处理就好了。好，接下来再用一些比较浓的颜色。好，这边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等干一点再处理，那我们先做比较深的地方先做出来。这是树的部分，树干的部分。好，亮的好留下来，就是我们刚才刮的部分，抹一些留，抹一些不留，有些轻一点，有些重一点，接住它，再上来。现在那个黑泽加一点点绿，那个青绿色，我原本有一点点青绿色，我把它加进来。先这样子做，这边加强，石头的部分，这个石块，上面的按亮的 OK， 那我们做下面哦。石头的感觉，我们一块一块稍微处理一下哦。下面这个地方加深，这个让那个啦水花积起来的这个侧壁，这样子它就会有一粒一粒的，你就 不用用牛白胶留。国画的皴法，我皴一下。不会画国画，就是侧笔擦下来就好了，很简单，就侧笔擦一下，它就会出现像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它就会有水花出现，这会比较细腻一点点，这样，会稍微比较细腻一点点。好，那这边那个不见了嘛，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再用那个不透明的颜色来处理它，把一层一层做出来水花的效果，好，继续做，这边的地方，这个地带，因为是比较，我们带点紫色进来，
哦，它其实相对来讲，这边会比较重，这边会比较轻，哦，所以这边我会四中师一起不断的做，哦，哦，这边是 红紫色的色彩，加一点红紫色做后面的树，哦，你不见得全部都用咖啡色系，你也可以换成紫色调的来处理它。哦，总之哦，画起来要有秋天的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诶是以秋天为河道，我这边为主，哦，越到前面哦，会稍微略微深一点，好有气氛，嗯，对。因为时间不够，就只好做气氛，要不然可以这样。对啊，时间不够搞气氛做一做就好了，这样比较快一点。这边，好，然后再加深，再加深一点哈，哦。这边哈，哦，不要整只画下来哈，哦。这边有叶子，哦，躲开它，再往下画，哦，最主要的这个，哦，然后越到下面，哦，稍微让它再略微深一点，哦，这边可以略微虚实一点，虚掉，哦，然后这个地带，哦，再加深一点，哦，石头切面，哦，有些石头的切面，哦，让它清楚。这边，哦，这边稍微比较干了，哦，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一块，哦，水。拿下来。哦，这也还没完全干，哦，顺着刚才的画的地方往下画，哦，这条应该刮出来一点，因为我的线稿在这边，但是因为我已经刮进来，那我就弯进来就好，哦，哦，因为这棵是我主比较前面一点的，哦，我会稍微深一点。哦，上面这边带一点绿色，哦，树绿的颜色哈，带一点。这边有些地方下一点清水，让它虚掉，再往下画哈。后面这边，我现在整理后面这里石头的地方，稍微让它再明显一点。这块石头，我这边加深，因为这块石头会区分掉后面的这一块，哦，所以这边要稍微深一点。你这边深一点之后，水这边瀑布就会跑出，哎，不是，这个溪流的部分就会出来了，啊，对，我们最后一次画就是最后一张瀑布就会用到留白角，可是你不能来，没有，那就看影片了。哦，刚好最后一次，因为把人往前掉，哦，然后这边再点一些进来，暗的地方，哦，再稍微点一些进来，
瀑布这边哦，安眠的效果。这边有一些叶子，先留。些石头凸起来。因为整个河道太大也会很奇怪，所以我们会画一些，会有一些小石，小的凸起来的石头在这里面。那如果凸起来，这边旁边就要有一些小的积，那个积起来的河流，这样画起来才会比较合理。一般石头旁边没有一些小积流也会很奇怪，这边我们 再多下一点点。好，这边比较微干了，那我们赶快来处理它。做一点点小小的，让它里面还有一些层次感哦。这边哦，孤兰，轻轻的下就好了。去画出那个河流这边里面还有一些纹路哈，出来，然后再用清水旁边不要的地方把它晕开。大笔倒过来。清水晕到跟我们上面的地方会有点像，这样水流上面就会比较更细致一点点。好，上面这个地方要稍微淡一点，下面比较深，上面比较淡。这边拿过来，这边再点一下，靠近下面的地方再点一下，这个整个河道的地方变化再略多一点点。好，那这个就是河流 这个地方的呈现的效果。那这边再加深，或者是我可以下一点点派泥灰在更黑的地方。那这边我们刚才讲，我们可以用薰衣草色先来，你这边比较黑的再加一点点姜肉色把这里有一些白的地方不见了稍微再点染出来。那这颜色画上去之后，它会比较灰，会刚刚好在这个岸面这个地方呈现出来。那你这边的河道就会再多一个层次出来，这边的河道的部分，那它的细腻感就会越来越多。对，我有加薰衣草色不是只有姜肉色而已
我在这个比较暗面这个地方我都可以这么做，暗面的水花激起的效果。然后降落色画在比较亮的地方，我就是水流比较亮，白色的地方不要去做到，不要去画到它哦，我先留下来，这样画起来会比较有层次感哦。有些是不透明的，有些是直接留白的，哦，这样整体性的效果变化度会比较大。好，然后我们再把上面这边稍微再处理一下哦，主要的这几颗稍微处理一下。黑泽加一点青绿色就是比较黑的地方。我的笔现在蛮干的，因为下面 还是有点湿湿的，所以我的笔会收的比较干一点点。这边下来虚掉虚掉，到下面把它虚掉。那个枯树枝的部分可以稍微略画多一点，没有关系。哦，这样其实感觉还比较有秋天的效果，哦，所以枯树枝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略多一点点。那你最大的那个横的那只你会画吗？那一只？这只不会，不会。嘿，那一只不会画，因为那个画起来也只会把这个截断。破坏河道。对呀，破坏河道，都要把它截断。可是感觉上因为没有比较好看，所以我就会把它舍去掉。就是你在画的过程当中，不需要看到什么就画什么，然后就是说以你整个画面上面看起来比较好看为主。好，那我现在用降落色加一点点速率来画点一些，点一些这个亮的地，那个叶子亮的地方哦。好，虽然是秋天哦，但是好像有一些新冒出来的芽的感觉哦。这个稍微点一些，然后这边我会再用彩度较高的黄褶色略微再上一点哦。那之后我就会再用暗的地方再补，再把整个都补起来，让它的细节度再高一点，例如像这个河道这个地方，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加强，然后靠近这个地方，稍微再暗一点，因为这边是我的，焦点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焦点的地方，所以我这边的明暗上面的变化会略微再更丰富一些。明暗上面这边增加靠近这边比较深嘛石头。这个石头 有一半在那个水里面，所以这边不要去做它，做这个地方把它加强出来。这个石头画下面就好了。好，然后其他像这边小还有一些层次感就是用小小的笔慢慢分，再分出来。
一层一层分。哦，但是记得那个白的一定要留哦，不要越画，就全部后来都没有白色，第一次留的都不见，那这样整体性的效果就会稍微比较变成你搞不好还要用白色颜料来遮，再把它画出来，这样会比较效果会比较不好哦。我现在是用薰衣草色去做而已。蒙蒙雾雾的，下面这边稍微深一点点。